个游戏。那我看什么？乌龟的什么感觉最差？应该是听觉吧。答对了，好好哦。血液占人体的，可能是二七分之一。人可以听到零分贝吗？应该是一可以。答对了，好好哦。原住民大量使用竹器的是塞夏竹山吧？答对了，好好哦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丝。三闻天响有明显。答对了，好好哦。唱一首歌。背叛。